所以呢，它就选择会让它比较多面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，主要是要降低空气的污染源，因为天气好的时候会去做晒面线这个工作。那我们实地十天八天啊，冬天的时候啊，阿妈等于说十天有八天都在下雨，那怎么让面干燥呢？我们工厂的后面有一个设备用热风去把面烘干，这个就是我们冬天的做法好。那基本上呢，各位朋友，有人知道面线我们用哪三种原料组合的五粮斋卤？那就主要原料阿妈的斋卤，阿妈的斋卤，他们管不要。来，你说啊，王毅，我公布这些答案哈。我们在这里没有米，用的面粉是中筋面粉米粉，面粉，中筋面粉。那再来就是水，还有一个重要原料，它叫盐巴，那为什么要加盐？那我们的长辈啊，都会知道，在早期农业时代的时候啊，我们如果来保存食物，就是靠盐巴来让食物的寿命延长。这个就是我们面线加盐的第一个目的，保存。那第二个重要目的，我们这里是做手工面，那手工面需要靠人力去拉，那也就是增加面的延展性，这样各位朋友等一下在拉面的过程，它就比较不容易断掉，这个就是我们加盐的目的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师傅早上四点就要上班了，有人愿意从四点开始来这边观赏吗？愿意的要麻烦你辛苦一点，四点，我们用中筋面粉、水、盐做好面团之后，我们才会做第一个程序哈。来，各位来看这里，这第一个程序这个叫做压面哈。我们做好的大面团里面会有很多的空气在里面，那我们这时候会把大面团放在两个板子的中间，上面各位看得到一包一包，这个就是完整的面粉。那我们直接会在上面加上四袋、五袋的面粉，那用压的这样比较卫生。那等面团变扎实之后，我们才会做第二个程序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差不多会静置30分钟。三十分钟过后才会来到第二个程序哈。来看这张，这个叫做割面啊。来跟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时候师傅呢会准备一把镰刀，怎么割呢？我们是由外往内切。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道的面哦。各位朋友，你知道第一道的面有多粗呢？我们稍微举起自己的手臂看一下，就差不多手臂这么粗。这个就是第一道的面切。那我们割完之后呢？在接下来这个制程，每个制程都不一样这个制程它叫做滚面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一台就是滚面机。从手臂这么粗的面，我们必须经过滚面机。我们大、中、小叫滚三次。它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次？目的就是提升它的延展性。所以我们完成的时候，这时候呢，这个面现在变成手指这么粗的。当我们变成手指这么粗的面之后呢，这个程序就不一样了各位朋友，现在可以或许还可以看得到这个程序我们这个叫做绕八字，它也叫做盘面。那这时候怎么盘呢？基本上呢，我们师傅他会准备两只铁杆。会把它固定在前面的架子上，把它固定起来，让这两只铁杆举起。那图片上我们师傅呢，一次会抓五条手指粗的面，我就是顺着铁杆有规律固定方向的，这个叫做绕八字。另外这一只手就是把面往前推，边绕边推。那这也是我们需要预约的原因所以前面四个步骤由我们帮各位完成。那各位朋友，今天题目重点在后面这三章我们要仔细看一下。来，后面这三章是写什么呢？来，这个叫做拉面线像这里拉面线呢，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合作。那这两个人彼此要有默契，你不能吵架你吵架的话，两边力道不平均，面线很容易断掉。
那我们看得到这两位师傅呢，除了要有默契，还需要有体力，因为师傅做的一擀面是8公斤重哦，各位没拉过也是绝对拉不动。那我们今天来这里体验的话，一擀面3公斤左右，哦，那现场的哦弟弟妹妹如果力气比较小，那要麻烦家长后面帮忙一下哈、哦。好，那在接下来呢，这个步骤它叫甩面哈、哦，来我们看这张。啊、哦，这个甩面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面线的每一条粗细可以得到更平均。但是怎么甩面很重要。那我们这里甩面呢，你只要轻轻的往上抛一下一次就可以了，让面线有波浪出去就好了。哦，那如果你是一直抖一直甩的话，当你的面线越变越长的时候，它很容易在中间这个地方打结，然后两个人一直拉一次，它就容易断掉。只要往上抛一下。是就够了。好，怎么做面呢？在我们这里做面，其实只有3个重点哈、哦。第一个重点，它叫做甩，往上包一下一次，让它有波浪就好了。第二个叫做拉，哦，这时候这两个人呢，彼此要有默契，同时轻轻的往后拉，同时拉。那第三个，它叫做放。放的意思呢，不是请各位直接放到地板哦，你放到地板，放到那个面线不能湿了哈、哦。我解释一下，我们放的上一个动作是不是叫拉？这时候面是不是盯住了？对，下一个动作就是要我们这两个人同时把面线放松的意思，哦，这个叫做放，是放松面线的意思哈、哦，这样面线就比较不容易断。好，来介绍这个铁杆哈。哦，各位朋友，这个铁杆呢，等一下就是我们要拉面的工具哈、哦。你们觉得它怪怪的，弯的哈、哦？这个不是打拉板打到弯的哦，这个是拉8公斤的面变成 Q 被面线拉弯的。那第一个重点哈、哦，我们等一下其中有一个人他会拿到2只铁杆，因为这边会比较重，麻烦有力气的人拿2只，我们力气小的人拿一杆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第二个重点，怎么握铁杆呢？那我们这里握铁杆很简单，你只要把铁杆放在我们的手心，哦，手指轻轻勾住铁杆就可以了，因为这样比较省力，它心烂，那再来这个地方比较不会受伤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握铁杆的做法。好，来各位朋友，我们怎么来做甩拉放呢？来，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哦。来，我们手心向上，跟着我做哦。我们练习好就准备做面了哈、哦，来。甩就是往上抛一下一次就好了，拉我们同时往后拉，放两个人同时把手往前伸，哦，这样自然就可以让面前放松了，这个就是放的意思哦。好，我们再来做一次，一起来，手心向上，好，甩，拉，放 ，OK， 好，来，这个介绍这个工具又不一样了哦。这个就是手指粗的面哈、哦，那这个不是给我们吃的哦，尤其那年纪小小的妹妹，注意不要让她吃到肚子哦。好、哦，那这个碰到地板没关系，好、哦，那到时候会回收喂小猪，啊、找一位调节好，对，来，放好放好，然后跟这位小姐来练习甩拉放哦。等一下我们拉面的过程就是这样做哈、哦，来，我们一人抓一边。好，来，好，贵姓啊，李小姐啊，好，那第一件事要跟师傅怎么合作呢？你要看着我，面对面微笑，对，两个位拉面先要看着对方，先培养默契微笑。好，那我们谢谢对方的，我们先来看对方。来，我们两位各退一步，一起拉一下面，同时拉，放手伸出去，好，就是让面线有一个微笑的弧度哈。来，我是师傅，第一个叫甩，由我先甩，好、哦，你这时候刚到，我先甩，拉是同时，放手往前，好、哦，这个师傅做完这个动作之后，换吕小姐甩，好、哦，轮到吕小姐，对，同时拉，同时放，来，这时候轮到师傅了哦，好、哦，各位有没有记住节奏了？哦，哎，又忘记节奏了，轮到师傅了，好，一起拉。到右手往前，好，换你，对对对，好，一起拉，掌声，
好，轮到师傅甩，好拉，放 ，OK， 好，等一下，来，各位朋友，你们看到面条有没有变长了？有没有变细了？可是相对给各位制造一个麻烦哦，因为这时候面的延展性让你用到极限了，哦，所以等一下各位朋友的一擀面呢，第一阶段拉到一个长度之后，我们会让它休息三分钟，这个叫醒面。当面恢复弹性之后，第二次就要变成真正的面线。好、哦，来，我找一位教练，有没有女小姐这边？等一下。好。那小帅哥，你知道做面条可以干嘛呢？来，我们欢迎小帅哥参加许家面线教程比赛。对，好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叫个三下，我要掌声一下。好，由后往前甩。慢慢跳，对，手要甩动一下哦。哎，哦，哎，厉害！好，我要给他甩动一下，好 ，OK，OK，、OK, OK, 好，力手要甩动，因为这不是真的跳绳，哈、哦，它比较轻。哦，那各位朋友，我们在跳绳的过程，我们自己安全要注意哈，哦，不要让自己跳绳运动伤害。好、哦，那等一下呢，帮各位安排一下场地哈。你讲什么？哦，对。